OK，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新的 office 的附近这边的妈妈档吃个午餐。然后我们今天来这边是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跟那个 agency 那边签一些文件。然后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忘记带 company shop 嘛，然后这次就带 company， 带那个公司的 shop 过来补盖一些文件的东西。然后刚刚去算了那个塔罗牌，是觉得它其实算得蛮准的啦。然后也没有把那个过程拍下来给你们看，因为它样子真的是太凶了。他那感觉很像那种，就像卡通世界里面那种巫婆啊，那种鼻子长长那种巫婆啊，他的感觉是那种感觉，所以好像很凶这样，我就不敢拍了。这一个 Maggi Goreng 真的是一流，十分的话我至少给九分，你觉得呢？九分是 OK 啊，是值九分，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是 OK 是好吃的。你觉得你该有 try 到？值多少分？八分。八分。很高哎。九分，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因为我们的 office 啊附近有一个这样好吃的 Maggi Goreng 哦。我跟你讲，到时候我们做工的时候，我只要一想到这个 Maggi Goreng， 我就很爽啊，爽，简单的幸福。所以我觉得，所以这一盘我吃不够，然后我已经叫了第二盘，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，太好吃了。OK， 第二盘 Maggi Goreng 上座了，这是第一盘，这个是第二盘，讲咁多啦。很扫兴啊。OK， 刚刚吃完了东西，现在就回到了 office 看一看，因为刚才我们发现到有些窗口没有锁到，是开着的，所以我们就上来顺手关一关。然后现在是三月十多号嘛，我们也要开始准备装修的工作了。如果没有意外的话，差不多五月头我们就可以进 office 了，就是四月整个月会是 for 装修的工程，然后。差不多五月这样，我们就会进 office 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 Hotel Majestic， 来到这一间 Hotel Majestic 是因为我们有一些拍摄，有一些业配需要在这些场景这边拍摄，所以我们就租了酒店，然后在这边住一个晚上，然后明天就 check out 了。这一间酒店的格调，它是走比较。好像是走比较法式的，看它的外表啦。这个酒店的外表它是走蛮法式的，然后连它的那个就是在门口这边帮 service 顾客的那个工作人员，他也穿到很法式，就整身白色的，看到吗？OK， 我们刚刚搞点 check in 了，现在要进房间。哇，很暗啊，电梯。Hello。哦，他们出去了。我们的楼跟他们楼不一样，我们住十四楼，我们住的是比较大间的。他们三个人，他们就住比较小间。我们的房间在那个方向，哇，很美啊，这边的装修。这一间酒店，就对比起上一个月我跟 Cherry 去住的那一间，我觉得这一间是会比较划算，因为这边的价钱便宜一半，而且这里的气氛、这里的装潢也比较高档。OK， 这个是我们的房间，来敲一敲先。接住几个晚上。哎，你要放开，你开屏吗？sorry。哇，我们现在进到了我们的房间了。OK， 目前乍看之下，不是乍看之下，一眼看完是这样子的感觉。然后这边就有浴缸。然后厕所大概是这样子的样子。OK， 现在来做一个 compare， 你觉得这一间比较舒服，还是上次我们住的那一间？你个人比较喜欢哪一间？这间会比较大间。对，这一间的空间比较大，可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我们上次那个感觉。对，是不是？这个会比较有一点时间了。有一点时间是什么？就是它的那个感觉，那边住会比较新一点。哦，你是讲它的设计是吗？设计就是它的感觉，像旧旧这样一点，很抽象啊，讲的话。现在我来做一个结论啊，就是讲对比起上次那间，上次那间是什么 hotel 我都忘记了，我忘记上一间是什么 hotel， 可是那一间 hotel 也很贵的，一个晚上1000多块，10多，没有到1100啊，是10多，然后这边一个晚上是400多，所以价钱是相差了。整一半。哦，他送了个新来哦，开门给他。你不要这样抽。刚刚 Cherry 还跟我讲，他带了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来，我看了会哇的。然后
是这个东西，我确实是有娃啦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，面包。没有啦，不是面包啦，它是它外表看起来像马啊那个马卡龙这样。OK， 其实这个东西是什么？介绍一下，它叫 buff bomb。Buff bomb 这个东西是有浴缸的时候哦，你丢进浴缸里面，然后它会一下子就是变很多泡泡，所以这一个是泡澡用的，这个叫我不知道华语叫什么名啊，我英文名的话叫 buff bomb。OK， 我们现在下去楼下十二楼去看看 Benny 他们的房间，去参观一下，去感受一下，嘿嘿，感受一下，感受一下，下面。Room service? Yes. 关冷哦。关冷呢，果然幸好没有跟 Benny 一起睡哦。这个冷气是能住的吗？喂，不、哦，人家深住你。很冷呢，真的。OK 啊。冷气开了多少度哦？16。哇。喂，这个门是什么？可以开了没？不能。颜色可以开吗？有啊。开得到、啊。哦，隔壁有一个门锁着。什么？昨天是不能啊。不懂了，不懂。哇，是啊，我该在那边看，我也是讲，哇，你们三个男的要讲冲凉，把他幸好有一个窗帘盖啊。哦，有电视可以看到，等一下，我这有的盖，起码来来一个人，一个人，坏蛋起来，开起来拍，他看不用紧，我刚才跟他们讲了，他们如果拍，我一定翻脸了。哟，这样凶了没？看不用紧，你不要拍。OK OK， 偷拍哎，你不懂的情况之下，然后直接在 YouTube 上面，你才发现到啊。对着那个人来打，我已经打了。是哦，他这边有电视机啊，看 Netflix 啊。哇，很爽哎，这样子泡澡，然后对着那边看电视机。我现在带雪莉去他最爱的地方。哇，老伟，你这个人没有用好了。还有什么用？你讲，你还有什么用？你还有什么用？你讲你还有什么用啊？啊？什么头痛啊？哎，跟你讲啊，现在要带我们去一个什么很有仪式感的地方。嗯，哦，走哦。要不要用个桌？我们跟。我叫东西啊，等一下。你叫什么名字吗？你叫什么？我起不有啊，叫什么？你叫我。我叫来问。Nice to meet you。嘿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 Benny 传说中的仪式感。啊，对，咖啡。然后这一个是咖啡，然后里面。全部花了啊，你们看到吗？哇 ，OK， 是吗？是这样念的，很久没有念这个字。然后 Cherry 看到这个东西，他很疯狂。哇，可以在这边拍 OTD 也蛮美的。我明天，等下我们下来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开门进去看一下吗？不能吧？把锁着，很美哦。拍照拍那种法式还是英式，我都不懂这个算什么。然后这边是吃东西是吗？哇，你很美，我喜欢这个感觉。哇，没有，这个是 high tea 的地方。这是 high tea 还是吃晚餐啊 ？high tea。哦，他不能了，他喜欢这种美美的环境，所以他开始拍起他的 story。你爽哎，这样子。啊，完美日常打卡。这边有雨伞区，如果外面这边下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拿雨伞出去。哦，这边就没有什么哦，这边就出来马路啊，很暗哦，这边你们不能看得到吗？暗暗的。哎呦，这边唯一一个缺点是他看不到双峰塔。我原来跑到这块去那边，我要按摩吗？按摩的。哦，这边是按摩。哦，你要买衣服。这边，这边有衣服店。泳池在那边，然后这个是按摩的地方。The Majestic Spa。这个是斑竹窟窿啊。Majestic Spa。它这边像那种白宫的概念哦。这个很美。是、哦、白宫概念，它整个 building 都是这样子，白宫的概念。原来刚刚我拍给你们看的那个不是唯一的一个 swimming pool， swimming pool 在这边还有一个。哇，没有，可是我没有带到衣服哦，没有的有，很遗憾。然后在这些 building 下面
游着泳，然后这边有一些休息的地方，它泳池真是很爽，是蛮舒服的、啊、这个泳池，它不会讲很大，如果多人一起下去游的话，感觉就很不爽。如果这个是做无边际的话，哇，一流。现在我们在准备着这个泡澡的水，然后这个泡泡球在这边。等一下 ，Cherry 要拍一个 content， 就是我们两个人在里面泡澡的一个 content。至于是详细什么内容呢？你们就去 Cherry 的 channel 那边看。我不懂这个 vlog 出的时候，Cherry 这一部影片上了没有？如果上了的话，你们就有的看到；如果还没有上的话，你们就等 Cherry 出片啦、啊。因为毕竟 Cherry 出片是好像难产，很难生这样的。好，小姐，很难产哦。这样你这一步可以不可以高？这一步可以不可以高速生产？高速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啊。大家记得去看。我要看完。现在在准备着那个水哦，也差不多要满了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拍摄啦。OK， 现在我要 try 看用这个咖啡机来泡咖啡给 Cherry 喝。好啊。OK。看一下泡咖啡的男人，先把茶杯放在这边。OK， 然后这个拿起来。不懂，我没有错啊，这一个东西这样子放下去 ，OK， 试试看哦。没有，这样变魔术这样。然后你要 coffee 还是要 espresso？ 我要，我不要苦的。OK， 这就是 coffee 吧。哇，我这个杯。你要加奶加糖给我，我要加奶加糖。这个泡完过后再加的。哦，是没？啊。哦 ，OK。OK， 咖啡出来呀！这个是我的人生第一次用咖啡机泡咖啡，用这种 pattern 的咖啡机泡咖啡是我 first try。我们之后搬了，买一家咖啡机放在我们的。我记得 Ryan 是很喜欢咖啡机。是我喝咖啡我会。OK， 等一下我们来 try 看看好不好喝。OK， 现在 Cherry 要 first try 我第一杯为他泡的咖啡。很多泡沫，你看，是不是这样？很浓的泡沫。机器泡出来都是这样的。应该是，来 try 一口。咦，这样深的啊？咦，我觉得会很苦哎。它这是黑咖啡，它没有奶啊。小心很烫哦。很烫。像狗鼻哦。有甜吗？会苦吗？ 有甜，不会很苦。这样就 OK。 OK， 现在我就先喝一杯咖啡，先冲冲机。然后我们也已经叫了，就是叫了餐点，然后等他送过来我们的房间，过后我们就在房间用餐了。OK， 现在食物已经到了啦。啊，它是这样子，两个这个叫什么？我也不懂。之前妈妈就是以前我小时候读书，她会带我们去，不是。是我们在学校吃东西，他会带这个便当，对，便当来学校给我们。然后我叫了这个意大利面，哇，你看它的，它这家香姐我不太熟悉啊，所以我不懂我有抓对那个角度啊。所以 Ivan 现在他在厕所大便，哎呀，吃东西的时候他就要大便。不仅叫 Linus 马赛克。OK， 我就有一点饿了啦，所以我不等他了。他叫了，哇，炒饭！不仅，等下他会拍给你们看，所以我先开动啦。